前面一节课啊，我们提到了山水诗、山水文学和山水画的关系。在新的山水观念下，山水图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除了日月星辰、神物灵怪、飞禽走兽以及人类的狩猎采集活动，来自历史或现实世界的闲事、高事也开始在画面上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水也带有了纪念性，带有了价值的导向，带有了对理想人格进行自我投射的含义，这是山水画比较特殊的地方。要理解人物进入山水这个问题，我们要先看一下中国古代一个非常特殊的题材类型，就是树下人物。树下人物不是普通的人物，而是古圣先贤，是一些历史人物，当然也有一些实贤啊，就是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从出土文物上看，从东汉一直到唐代，这类题材都特别的流行，这可能和上流贵族社会的教化传统有关。那么宋代以后呢，这些贵族人物、这些贤者在画面上啊，都进入了山林，成了山水画中的符号。比较早的树下人物图，至少我们可以在汉代画像石中找到例子。在山东临沂有一座东汉的墓画像石，里面就有仓颉像。仓颉，古圣人，中国文字的发明者，他坐在树下和另外一个人物在对谈。南北朝时期竹林七贤比较流行，他们是十贤啊，就是时代的精神楷模，是同时代的著名的人物。所谓的树下人物，高士悠游于林下，在树下休息，并未进入山水，这是我们说的特殊的题材类型，树下人物。这是一种独立的图像类型，这类图像和山水一直有着微妙的关系。近几十年的一些出土的一些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这种树下人物图。卷轴画中这样的例子也非常的丰富，如红草堂石志、孙卫的高逸图，还有像木樨的观音像、梁楷的苏山自家，另外还有白莲社图啊、虎溪山校啊，这样一些带有山水画气质的作品。人物进入山水，在图像上有非常多的值得玩味的例子，我们举两个。第一个例子就是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的画像砖，有一块的画像砖的内容是商山谥号。商山谥号是秦末汉初在商洛山隐居的四位须发皆白的贤者，我们把它理解成文字的图案化。商山我们把它理解为一个概念，谥号理解为一种概念。那么这个画面呢，就是两个概念的组合，画面形象相对应的就是商山谥号啊，这两组词。山和人之间并没有一个组合关系，它们只是一个图案化的拼贴关系，这就是早期的一些人物和山水组合的例子。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了一件北魏时期的孝子官刻石，画面上我们看到了崇山峻岭，还有远山，山脚下有一群人在画面上出入，这里强调的是孝子，强调的是有人物故事，所以人的比例画得特别的大啊，人的尺寸可能有画面的三分之二的这个高度。仔细看一下画面，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的人物在形象的处理上有一种纵深空间走去的这样一种尝试。大家看这个画面中的骑着马的人，一个是马头向外朝外来，一个就是这个马臀向外这个人朝里面走，这就是一个人和山之间图像的处理上它有一个对话的关系，而不再是一个平面的图案化的关系。那么前面讲的商山谥号呢，是一种图案化的拼贴关系，而后面这个画面呢，是在尝试纵深的退缩关系。这是两个例子，那么这两个例子背后可以反映出这样一种变化，就是人物和山水的这个组合啊，可能从一种简单的拼合关系到后面的这种一种融合的关系啊，这样一种转换。可以看出人物和山水的组合啊，在早期还是显得比较生硬，比较执着啊。这里就存在一个内在的悖论，如果要表现天地的辽阔气象，那么人物就不能画得太大，否则会喧宾夺主，妨碍我们对自然气息的感受。但是如果人物画得太小，那么连人物的身份姿态都表现不出来的话，那么人物存在的意义也就丧失了。这是一个悖论，不同的山水画家会给出不同的回应。当然
人物进入山水最典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啊，我们还是要谈一下唐代的含羞墓的山水画。我们可以把含羞墓的山水壁画还有这个人物的壁画把它们分成两组，一组是独立的没有人物的山水画，另外一组就是树下人物，他们在同样一个墓室里面出现。这个独幅的山水画啊，有太阳在画面上出现，这是具有一个天地图形的一个概念。那么在树下站立的高人和贤士，他们独立于山水画之外，他们是站在另外一面墙上，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我们所理解的山水画，山水和人物都是一体，树下有高士有人物，后面有远山啊，这是完整的山水画。但是在早期啊，在这个墓葬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人物和山水分离的，这就给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中国的山水画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啊，人物进入山水它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啊。我说的人物进入山水指的是历史人物，是圣人和贤者，他们进入山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人物和山水的这两种图式的组合啊，也就是树下人物和天地图形的这个组合，它有一个比较漫长的磨合过程。幸运的是在卷轴画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非常成熟的例子，这就是晚唐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件作品，就是魏贤的高士图。这幅图可能是从屏风上拆下来的，是六幅中的一幅，六幅呢全部都是高士啊，最后呢剩下来的就是这一幅。像这种高士图画的就是古代的贤士，如果我们把它还原到唐代的墓葬里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高士贤士可能是在另外一面墙壁上站着，他可能没有进入这个山水里面，但是在这个画里面我们看到啊，他们已经非常自然地进入了山水。我们看无论是人物的尺寸比例还是人物进入山水的方式，一切都是显得非常的自然。它和早期的商山诗号这种图案化的匹配方法，和孝子光刻石里面的这种人大于山的这种图形都不一样了啊。那这种呢就是一种非常成熟的非常理想化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标本化的这种山水画。我们看一下画面，它可以分为两部分，上部就是高高耸立的远山，下部分就是建筑和人，表现的是梁鸿和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这幅画是特别的有意思，我们发现梁鸿和孟光他们在这个画面上是悄无痕迹的存在，好像和这个山林的这个生活是完全的融在一起。刚才也说了，就是如果我们再比较一下早期的这些墓葬的山水图，我们就看出啊这个变化究竟到了哪里。如果我们再往后看，比如说再看一下董源的这个西岸图，也会看到同样一种成熟的处理方法。董源的西岸图大家看一下细节，里面也有一些建筑和人物啊，这种处理手法的高士图的这个手法，我们认为呢它是有关联的。另外李唐的采薇图就更向前迈了一大步，采薇图里面的伯夷和舒淇已经和山水完美的融在了一起，而这个李唐的采薇图很显然就成了我们后世的心目中的山水画的一个样板。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魏贤的这个高士图，我要强调一下这幅画，这幅画标志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什么转折？就是树下人物高人贤士和所谓的天地图形山水图形的一个完美的组合，这是中国早期山水画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啊，为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基本图式奠定了基础啊。在中国山水画中啊，各种圣贤隐士高士啊开始在画面上出现。有一点我要强调，这些特殊的人物并非一开始就是和山水组合在一起，而山水画成熟之后，高士贤士图像啊仍然保留着独立的图像传统，他们和山水画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山水多一点，人物画的小一点，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山水画啊。像草堂识字啊，如果人物画的再大一点，山水的细节少一点，那它就变成了纯粹的树下人物或者是纯粹的人物画。这就是中国山水画和人物画的这样一种复杂的啊这样一种关系。这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宋代以后的山水画又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人物类型，就是与真实世界真实生活相匹配的人物类型，比如说行旅中的人物啊，渔夫啊，樵夫啊，这种人物啊。但有趣的是，真实生活中的形象后来又被赋予了高士的含义，像渔夫和樵夫啊，虽然是来自于现实的真实的世界，但是在宋代以后的这个文化中，这个渔夫和樵夫
就成了哲人，成了道德高尚的人，成了甘于寂寞、豁达乐观的人。而这些渔夫的形象啊、樵夫的形象啊，也就成了对一种高尚人格的一种视觉上的一种隐喻啊，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吴镇渔父图啊，它表达的啊就是这样一种符号。今天我们就讲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就是人物进入山水图形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人物不是普通人啊，是来自于历史的圣人和贤者。人物进入山水啊，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人物画和山水画之间经常存在着一个微妙的互动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么宋代以后呢，又出现了新的这种人物啊，就所谓的点景人物，就是特别适合山水画的山水图形的这样一些真实世界的人物啊，像这些渔夫啊、这个樵夫啊，他们这些新的人物也开始进入了山水。到后来呢，这些渔夫和樵夫反过来又具有一种贤人和高士的一种象征性的含义。好，这就是中国山水画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物和山水的这样一种复杂的、一种微妙的这样一种关系。今天这个话题就谈到这里。